OK，好了，台词准备好了。OK，等下不行，不够完美。OK，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屁孩，一个玩游戏的主播。你看我这次搞了一个形象过来，哎，就是一个非常软啊，非常可爱的形象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啊，就是有点在抽搐的感觉。好了，现在不会抽搐了。然后呢，对。啊，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废片呐，我根本没打算做任何有意思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既然都有一个形象了嘛，那必须那就必须要有个人设。那我的人设就是，我想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，是这样子吧？然后呢，对，没了。我来给你们看看我的别的表情啊，你看看。还有个这个疑惑的表情，眉毛去哪了？啊，我天哪，上次没改掉。OK，这是我一个疑惑的表情啊。然后呢，你看我的眉毛，它会跟着我的嘴巴一起弹跳。然后呢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啊，睡觉的表情，你感觉很可爱。你看我这个口水，它还会摇晃。然后呢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算是最灵动的表情了吧？你看，它超级的短啊，短卡，像这样子吧，对吧？啊，还有一些别人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比如这个害羞嘛，还有一个这个眉毛，还有一个这个汗，还有一些酷酷的眼镜。你看我，这个是不是感觉我非常的聪明眼镜？对，然后呢？哦，对，我还要继续说一下，为什么我不用 VTuber 呢？啊，那是安能吃鱼，我没钱，我没有摄，我没我没钱买摄像头，啊，我没钱买摄像头，我穷的一批，所以说我就找了一个 PNG Tuber，然后画了一点图片，就这样子可以，短短短短了，是感觉也不错，对吧 ？OK，有了，那么对。好了，废片就这样子了，结束。等等等等，哎呀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帮忙订个月哦，帮忙订个月，帮忙订阅，帮忙订阅。我会感激你们的，谢谢。好了，拜拜。